等等啊，啥时候把胜利请家来，我给做点好吃的呗。不用，他说了，今天晚上请咱全家吃饭，是大餐啊。爸，你得去啊，也得他请客，我一定去，必须去。哎呀，这不吃大餐吗？那赶紧干活吧，赶紧干，干完好吃饭。干活的，干什么干呢？我看咱家这些活后天都干不完，我不干了。凭什么他不干活啊？哎呀，人家不是要当爸爸了吗？钱世峰这好吃懒做这毛病真得改改。是是，反正我跟你说啊，他不干，今天我也不干了。哎呀，小女妹儿，谁能整得了他呀？钱顺风在咱家那就是爹。他是爹，我是啥呀？我怎么我在俺家就剩这么一个名额了，他还跟我争啊？我跟你说，这钱顺风最近惯的真有点不像话了。我告诉你，刚子，他这毛病真得给他改一改。你等哪天呢？我好好治治他。哎呀，爸爸，不就这点活吗？再说了。谁能惹得起他呀？我。你说啥？我能惹得起。大姐呢？啊！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！你到现在还在二姐夫挖那坑里埋着呢。你要出土啊？你要飞蛾扑火呀？对。我要凤凰涅槃，我要浴火重生。哎呀，刚子，你不怕呀？不怕，怕啥呀？手榴弹我都不怕，我能拍一个挖耳勺。我跟你说爸，你信不信？嗯，今天我就让顺风把这活全干了，他一个人干，不可能。这样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嗯，一会儿你们全力配合我，明白不？好，散开，好，散开。好，顺风，顺风。哎，来来来，顺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哎呦，大姐夫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回可是叫的太及时了，我那个鸡全下来都是双黄的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，太好，你辛苦了。来来，怎么的，顺风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有战友给我来了个电话。哎呀，不就当了几年兵吗？哎呀，有几个战友老给你打电话干啥呀？今天呀是胜利给我打的电话。哎呦，胜利叫胜利的人多了，张胜利、孙胜利、刘胜利，还能是咱小区那刘胜利董事长啊？啊，就是他。刘胜利董事长给你打电话，是，他是你的战友，我战友。他要是你的战友，那马云就是我舅舅。是不是？你见没见过刘胜利啊？我见过，老远的见过。这不这两天一直跟他联系，跟我见面呢吗？他不理我。行，来，顺风，我这手机里边有照片，来你看看。我看，第二排，从左边数第二个是谁？哎呦，刘董事长，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对，哎，这不也有你吗？你怎么坐中间呢？我当然坐中间了，我是他班长。真是战友啊！当然了，哎，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？他给我打电话呀！啊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请我让我去他们公司去当这个总监。哎，街坊邻居还鼓掌呢，还你信呢？怎么的？还他总监，他会煎啥呀？哎，会煎双黄蛋，他会煎。哎，顺风，你还别，我跟你说，我跟胜利这个关系你是不知道的。你俩关系再好，人家也不能让你去当总监去，谁信？爸，哎，真的，来，你过来。还什么呢？解释一下我跟胜利的关系。我跟你说，顺风啊，啊，那个刘总啊，啊，嗯，不光是他的战友，那是。他们俩还有生死之交啊。生死之交？怎么呢？你大姐夫救过那刘总的命。对。是吗？大米啊，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救他。怎么的？就有一次吧，啊，那个刚子呀，啊，带着那个胜利啊练那个撇手榴弹，结果我这个胜利呀，啊，他一紧张，嗖啪，手榴弹落脚底下了，一大呼下就扑上去了。妈呀，你手榴弹怎么样啊？到，哎，炸了呗。大姐夫，哎，怎么的？你哪个零件是假的呀？我哪个都不是，我是什么摸什么，我全是真的。我是扑到胜利身上，我又不是扑手榴弹身上。我扑手榴弹身上，我倒霉了。大姐夫，你太勇敢了，我佩服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是生死之交，你救过他的命，你信不信吧？我信。他请我当总监，你信不信？他请你当副总，我都信。顺风啊，但是我现在可能考虑我去不了。为什么不去啊？你帮我分析一下啊。你说我是去他那儿当总监呢，我还是在家给你煎双黄蛋？煎什么双黄蛋？那是我做的一个梦。你得去总监，你当总监对我有好处啊。行了，我明白了啊。顺风，他今天晚上请我吃饭，哎呀，但是我现在就考虑我可能没有时间去。你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家里边大扫除啊，我走了没法干呢。我的妈呀，这点活让他们干吗？不行不行。怎么了？胜利说了，咱们家人都得去。爸在公司里边也有很重要的位置。爸，什么位置？爸，你干什么？这个刘总跟我谈过。哦，
这个考虑我这个年事已高啊、哦嗯，就不能给我压太重的担子。哦哦，主要让我负责一下安保。对，他们这个社区呢，总共有九个门。哦、嗯，他任命我当九门提督。啊，对，我是私人助理。对，就是我秘书。哦，对，这是应该有个助理。嗯，那让小敏这儿干，小敏这儿干活、啊。我才不干呢！我现在开始不跟着你了，我跟着我大姐夫。大姐夫够意思啊，仗义啊，全家都安排了。是。我也是你的家人呢、啊、就是你不好安排，你得把我安排。不是，因为你是做大买卖的人，实在不好安排。我那算什么大买卖啊？刘总如果是炒勺的话，我就是个挖耳勺。那个志峰 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个挖耳勺。挖耳勺不好安排呀、啊。行，你不用安排我了啊，你把他们都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。好，回头你们公司的生意全都跟我合作，怎么样？哎，好的，好，但是我们可能去不了。是，怎么又去不了啊？这都走了，家里边这活谁干呢？老强调这些活算什么呀？啊，那谁干呢？我干。好，这活可累呀、啊！累什么呀？不就这点活？